沈思燕呢？睡过就会消失。 喂，妈，你爸去世了。妈，昨天出门办案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闭嘴！你别喊我妈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爸昨晚突发心脏病，紧急住院治疗。 那天一晚上电话你都不接，你跟我说你到哪里去了啊？不，他和野男人鬼混去了，我有个朋友看见他和男人搂搂抱抱的进了皇家会所。不，真以为他真的？自己爸爸去世了，居然还在外面跟男人厮混，真是个不孝女。哎呀，苏家真是出了个祸。不，我没有，你们没有给我打过。 你爸是个被害，你还有心思在外面跟野男人鬼混？苏童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们苏家的女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滚出苏家！从此以后，苏家和你再无任何关系。妈。 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轰出去！从现在开始，我滚出苏家，以后苏家和你再无任何关系。 沈思燕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联系不上你？你好，请问昨天和我一起出入302房间的沈先生来找过我吗？小姐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302房间昨晚并没有人入住啊。什么？可是我昨天还和沈先生。 在这间房间里庆祝我生日的，我有照片。我的照片呢？怎么都不见了。你要不相信，自己看吧。302并没有你的入住记录。这不可能啊！你们放开我！住嘴！放开我！哎，你们让我进去。你好，我来找沈思燕沈总，我是沈思燕沈总的未婚妻苏童。 我要见他。沈总一个月前已经出国了。还有，沈总没有未婚妻。不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出国。我昨天还跟他在一起呢。哼，苏小姐，你是在做梦吗？想攀上总裁的莺莺燕燕太多了，别把他放进公司啊。 这一切真的是我在做梦吗？不，这不是幻觉。沈思燕，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
大宝，找到可爱没有？还在定位中。妈妈，我先回国找苏大伯啦。苏可爱，竟然敢自己回国，等我找到你，不打你的小屁股！喂，谈判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 谢谢叔叔。哎，爸爸，小宝，妈咪，刚才有个叔叔，他眼睛好像爸爸。刚刚我错过的大雨，握不住的盛夏。 5年了，沈思妍，你究竟还要消失多久？妈咪，找到妹妹的位置了。走。妈咪，走慢点，妹妹不会有事的，她可是EV特工组织的特工。 站住！就是你偷了我的钱包，你偷了我的钱包！你松开！你有证据吗你？哎，大家快来看啊，快来看啊！大姐讹人了！这么大年纪了，真不要脸！就是就是，哇！还不松开！快点！奶奶，我要把你录下哦！哼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奶奶，别摘，钱把我早把你拿回来了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小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哎，这小丫头长得怎么有点像思燕啊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少爷他出国了。他明明下个月要和苏墨订婚宴，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出国。奶奶还有点急事要去处理一下，这个啊是宴会邀请函。 下个月你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，我要当面感谢他们，好吗？我们走。苏可爱，妈咪。苏可爱，你竟然敢自己偷偷跑回国，看我不！妈咪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订婚宴邀请函。 请求接婚，你必须给我几十当年的事情，你凭什么一走了之？大宝，可爱，走，准备。一个，走。这宴会厅搞得真不错，确实不错。来 ，Cheers。 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滚出苏家，从此以后，苏家和你再无任何关系。难道你是来砸场子的？不行，让他见到世面。谁允许你进来的？快滚出去！我来找沈思燕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你有邀请函吗？ 邀请函，沈思燕人在哪里？让他出来见我。邀请函没了，保安，把他轰出去！不准欺负我妈妈！哟，妈妈，这两个孩子不会是你5年前和外面的野男人生的野种吧？
你个小，你个小野狗，你敢咬我？我，苏桐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这是要造反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侮辱我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你要再敢侮辱我的孩子，你试试。我有说错什么吗？ 跟外面野男人生的孩子不是野种，是什么呀？道歉，道歉，我凭什么道歉？哎呦，疼疼疼疼！你以为我还是5年前任你和苏洛欺负的苏桐吗？立刻给我的两个孩子道歉！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把他赶出去！不行的，我。 打我欺负假扮呀！我已经录下来喽，5分钟内你们要是敢动，我就把视频传到全国。张凤仪，咱们两个之间还有一笔账没算呢。当年我爸死的蹊跷，这些年我调查到了一点证据。你什么意思？等今天的事情结束，咱们俩之间的账，我再给你慢慢算。住手！ 苏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苏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他不是消失了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赶他走。苏桐，放开我妈！他不道歉，我就不放。<笑>好好好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我不该侮辱你的两个孩子，你先把我放了，疼死了！<笑>你，苏桐，你简直目无尊长！ 哎呀，默默，你可要给你妈妈做主啊！苏桐来这里肯定有好戏，我可不能让她毁掉我的婚礼。苏桐，好歹姐妹一场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可不想和你闹得不可开交。沈老夫人马上到了，你识相点，自己走吧。今天我来这里只做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来找我孩子的父亲，至于这第二件事嘛。 我要砸了这场订婚宴！你，她不是苏家妓女吗？怎么敢来砸沈总的场子？她来找孩子父亲，父亲是谁呀？你来找你孩子父亲，来这里撒野做什么？苏桐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这里可没有你孩子的父亲。趁老夫人没有怪罪之前，你识相点，赶紧走。沈老夫人怎么可能会怪罪我呢？ 毕竟我是来给他送大孙子的，因为我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正是这场订婚宴的男主人沈思燕。在吵什么？石老夫人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这个女人真不要脸，带着两个不知道跟谁生的野种，说是沈总的孩子。今天可是我跟沈总的订婚宴，你快帮我把他们赶出去啊！ 是啊，沈夫人，当初默默可是你亲定的儿媳妇，你今天可要为她撑腰啊！奶奶，你和他们两个坏女人是一帮的吗？嗯，坏女人，你邀请我和妈咪来吃好吃的，这个坏女人撕坏我们的邀请函，还要把我们赶出去。苏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。 沈老夫人，我今天来是来见沈思燕的，她欠我一个解释。我刚才听苏墨说，你说这两个孩子是思燕的，没错。要是您不相信，可以立刻做亲子鉴定。苏桐，这亲子鉴定是你想做就能做的，想攀高枝说怀了沈总孩子的女人数不胜数，难道每一个都去做亲子鉴定吗？这两个孩子长得的确很相似，特别是这小男孩。 思燕的儿子亲则，像一个模子刻出的。赵凤仪，你拦着不让做亲子鉴定，是在害怕什么？苏桐，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了。沈老夫人，您快点叫人把他赶出去，免得到时候沈总来误了时辰。张管家，准备亲子鉴定。沈老夫人，还要做什么亲子鉴定？这个女人就是个撒谎精。
孩子是他和尹男人生的，当初就是为这件事才被我们苏家扫地出门。我看就不要耽误时间了吧。我看这两个孩子长得挺像四燕的，跟你的亲泽也很像。苏小姐，可否现在就带两个孩子去做亲子鉴定？沈家有私人医院，三分钟就能出结果。 苏童，要是这两个小孩，他不是沈总亲生的话，你们就等着被赶出去吧。何必等到 DNA 鉴定报告？沈夫人，她当初是我亲自赶出苏家的。这个女人人品败坏，在我们应试啊，她可是出了名的。我看现在就将她赶出去，等着沈总来了，赶紧把订婚宴给办了，别耽误了良辰吉日啊。 不行，这两个坏女人一直针对妈咪，我得想个办法。苏小宝，今天爸爸回国，你见到爸爸了吗？妈妈在被两个坏女人欺负，你快带爸爸来呀！哎，快快快，来了！今天是你和苏小姐的订婚宴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婚宴是我母亲私自定的，我从未承认苏某是我的婚妻。沈总，让一下，沈总，沈总，别走，沈总。 我的行踪怎么又被暴露了？还有，婚礼怎么还没取消？沈老夫人说，你应该给苏小姐一个名分。霍特助，怎么有个孩子在我车上？哎，这……爸爸，我是小宝，这是小宝的车。 加饭蚂蚁10分钟到，我要带爸爸去保护妈咪。奶奶您坐。哎呦，小丫头，谢谢你啊！从见到这丫头开始，就有种亲切感，说不定她真是思燕的孩子。哼，果然是伺候人的丫头命，真贱。苏夫人，你对着孩子说这样的话，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石老夫人，我妈她不是故意的。 今天是我跟沈总大喜的日子，被苏童给毁了。我妈只是为我打抱不平而已。是啊，沈夫人，苏墨，我知道你有委屈，沈家会补偿你的。沈夫人，既然你觉得委屈了我家默默，就应该把苏童这个贱人给赶出去。就是，苏童这家伙名声败坏，现在还有脸破坏苏墨小姐的订婚宴，他凭什么？等沈总来，肯定让这不要脸的贱女人。 吃不了，兜着走。苏墨有这样的姐姐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你们闭嘴，我妈妈才不是坏人。谁欺负你？大宝，没事吧？爸爸，你快来啊！他们都欺负我们。爸爸来了。沈思燕。 You were my destiny. 我找了你好久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位女士，我好像不认识你吧？沈老夫人，你听见了吧？刚才沈总说了，他不认识苏童。保安，现在可以把他赶出去了吧？ 不认识，我跟你在一起3年，那天你还跟我求婚了，求婚那天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有孩子。爸爸，你不要妈咪了吗？爸爸，你不要我们了吗？爸爸，爸爸，思燕，你到底认不认识人家女孩？敢做敢当！妈，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女人。还乱说什么呢？苏童。 还不赶紧走！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想靠近我沈思燕的女人不在少数，带着孩子也不在少数。但是我也不是冤大头。这位小姐，你的算盘好像打错了吧？是吗？那靠近沈总的女人当中，有没有人知道？ 沈总的锁骨上有一颗红痣呢。如此隐私的事情，苏童都知道。看来
他和司燕果然。老夫人，鉴定结果出来了。既然你不承认，那你就自己看。现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 不可能啊！这份 DNA 鉴定报告肯定被别人动过手脚。沈总一个月前已经出国了。还有，沈总没有未婚妻。是你，对报告动了手脚。苏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算了，苏桐，眼见事情败露，就诬陷张管家了是吧？ 沈夫人，既然 DNA 鉴定是假的，沈总也不认识他，现在是不是可以赶他出去了？思燕，你真的不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苏桐，还不赶紧带着你的野种滚出这里！就是，你还耽误什么？赶紧滚啊！他还有脸污蔑张管家？走吧。不要在这儿了，走吧，妈咪，别哭，爸爸不要我们了，有大宝保护妈咪。我也可以保护妈咪。还有我，我也要保护妈咪。好，既然爸爸不要我们，那我们也不要爸爸了。沈思燕。 你不认识我，那你认识他吗？这是当年你落在我这里的东西，还给你。这5年。 我一直在欺骗自己，安慰自己。我安慰自己说，你们来找我，一定有自己的苦衷。谢谢你，现在我终于不用再欺骗自己了。沈思燕，我苏桐拿得起放得下。 我不要你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的心跳跳这么高？这是真的吗？难道我真的认识他？宝贝们，我们走。 这是沈家的家徽啊，思燕，这条领带真的是你的。思燕，是不是5年前的车祸不能让你？这条领带是苏桐从我这里偷的，她当年离开苏家的时候，在苏家偷了很多东西，其中就包括这条领带。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这领带就是偷我家苏墨的。沈夫人，苏桐是我继女，她人品败坏。 只要是我们家苏墨的，他都要抢。你可千万不要被他欺骗了，思燕。今天是我们的婚宴，虽然有点小插曲，但无伤大雅。我们继续仪式吧。对对对，沈总，千万别让那个贱人给扫兴了。婚宴取消。什么？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，这个婚宴也是我母亲私自定下的。这5年来。 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难道你就看不见我吗？好了，不过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先等等，沈总，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不能轻言放弃。还好我有一张底牌，系统，给我等着。
青泽，我来看你了。啊，你跑什么？我可是你妈。嗯，你老躲着我干什么？啊，哼，养不熟的白脸狼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最好给我听话一点，知道吗？苏小姐，林嫂，老夫人让你去客厅说话。订婚宴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但你想住在沈家，我得问问思燕的意见。青泽有自闭症，我身为青泽的母亲，应当照顾他。苏统这个贱人，竟然真的怀了沈思燕的孩子。这么多，他可真有能耐的。别着我要一个就够了，其余的你们处理。苏统，你最终也只能是我苏墨上位的垫脚石。沈老夫人，您也是母亲，我相信您可以理解我的心情。只要能让我留在青泽身边，就算我在沈家做女佣我也愿意。那好吧，我才不要和这个坏女人一起生活。哼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进来？明天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少爷不见了。什么？二哥，你看他是不是应试首富沈思燕的孩子？咱把他抓了，真发财了。走走。苏童，有人花五个亿请你帮他儿子治疗自闭症。五个亿？是哪个冤大头啊？是沈总，沈思燕。他居然有别的孩子，和苏墨的吗？转告他，我不仅。你给我老实点！真疼啊！这小子一点不老实，干脆打晕算了。住手！哪里来的小娘们，还不赶紧滚！我要是不滚呢？不滚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自不量力，兄弟，这娘们会功夫，咱们打不过，快跑！快跑！小朋友，你家在哪里啊？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他和我梦里的妈妈好像，是妈妈，是妈妈。沈总 ，KT 医生拒绝给小少爷治疗。KT 医生可是全球顶级的荒人医生，除了他，没有人可以治疗青泽的失语症。这样吧，给他打过一张空头支票，说让他自己填。啊，你好，啊，沈总，不好了，小少爷不见了。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哥哥，你玩玩具吗？宝贝们，吃饭喽！妈咪，他好像是个哑巴。大宝，不可以没有礼貌。哎，这个小贱种到底去哪儿了？苏小姐，找到了。这个小贱种在苏童那里、啊、你看啊，他怎么会找到苏童？我那个大孙子究竟是到哪里去了？沈思燕，你的人到底有没有用心在找啊？吴特助已经调取全程监控，今天晚上应该会有结果。青泽找到了啊，他被苏童绑走了啊。阿姨已经报警了，到时候警察叔叔会送你回家。奇怪，声带并没有问题，他怎么不肯说话呢？这些伤，难道这孩子遭受过家庭暴力？真是狠毒的父母。
青泽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真的敢绑架我们的孩子！思燕，你看到了吧？这个贱女人居然真的绑架了我们的孩子，她得不到你，她就啊！你，苏木，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就在这里胡说八道！苏童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如果你是因为之前的事情对我怀恨在心的话，你可以冲着我来。残害孩子算什么本事？怀恨在心？沈思燕，连你也觉得是我绑架了你们孩子吗？青泽是我的底线，你动他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对我不客气。青泽，你把宝箱。青泽，跟爸爸回家。嗯，沈青泽，听话，跟我们走。嗯嗯嗯。苏木，你弄疼他了。他是我和沈总的孩子，用不着你来管。奇怪，他明明是苏木的孩子，为什么我会有一种想保护他的冲动？青泽，乖，跟爸爸回家吧。陆童，我还是小瞧你了。青泽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妈妈马上搬来和爸爸一起住了，以后爸爸妈妈还有青泽，我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哼，养不熟的白脸狼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最好给我听话一点，知道吗？妈妈，青泽，妈妈救我！青泽，妈妈救我！青泽说话了。青泽，你终于看看妈妈说话了。走开，坏人！沈青泽，我可是你妈妈，你胡说什么？沈总，我们走吧。妈妈救我，坏女人！沈青泽，你不要胡说啊！沈青泽，沈总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是瞎说的。沈总，青泽没有说谎。来，你看，他身上有被人虐待的青紫。这伤怎么来的？我，沈总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就说青泽为什么一直这么怕你，沈家以后都不用你管了。青泽，你别想再靠近。不是的，我懂了，是苏童，是苏童教他的。沈总，你相信我。我看在你是青泽的母亲，我最后再饶你一次，再敢动青泽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滚！苏童，你给我等着。刚才谢你啊。你怎么当父亲的？这么明显的伤你一直没注意到。这的确是我的失职，但是苏小姐，你也确确实实绑架了沈青泽。虽然因为这个我也看清了苏木的真实面目，我倒是不用和你计较。我用你不跟我计较。沈思燕，你真的不可理喻。你也给我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你。出去，出去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也不见。脾气真大呀。原来爸爸也有孩子，所以他才不要我们。妈，哎呦，我的好孙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让奶奶好好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了啊。林总，刚才我通过监控发现苏小姐并没有绑架小少爷，反而救了小少爷。那这么说来，苏童还是青泽的救命恩人了。看来真的是我误会他了。思燕，
那清泽马上要过生日了，要不你还是请苏童他们一家来家里做客，我们也好当面感谢一下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也不见。算了吧，他可能不太想见我。那可是那个，我明早还有会，先休息了。哎，哎呦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快去劝劝清泽吧，他连着三天都不肯吃饭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我和李嫂都劝不动他。清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见苏童妈妈。她不是你妈妈。我要苏童妈妈陪我过生日。沈清泽，别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威胁我。说话，你不是能说话的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吹蜡烛。生日快乐。宝贝们，今天我给你们做了大餐，有大宝喜欢的糖醋排骨，还有小宝喜欢的虾仁炒蛋，还有我们可爱小公主最喜欢的金蒸鲈鱼，好不好？我们稍等，妈妈来给你们去拿大餐。来。哇塞。这是爸爸和我们一起生活就好了。嘘，别提爸爸，妈妈会伤心的。可是妈咪也想爸爸呀。我去找爸爸。宝贝们去吃饭了。嗯，可爱呢？他去找爸爸了。什么？苏梦小姐，这是先生的吩咐，小少爷不能见您。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哎呀，这是先生的吩咐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都是苏童这个贱人害的。那不是苏童的女儿吗？苏童，你害我不能见我儿子，我就让你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女儿。喂，帮我做一件事情。师座，您是来找苏童小姐求和的吗？这不没办法吗？清泽回到家之后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饭也不吃也不说话，也不知道苏梦给他下什么迷魂汤。可是我觉得哈，沈总您并不讨厌苏童小姐，否则早在他大闹订婚宴的时候，您就已经把他赶出应试了。哎，这不是苏童的女儿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爸爸！沈氏集团，想不到我又来到了这里。什么？孩子车祸了？可爱呢？正在做手术，我已经安排了国内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沈总会这么好心？不。幼儿需要输血，医院血部告急。请问你们谁是二 H 阴性血？ 我是，抽我的。请随我来。喝点水吧，不吃不喝一整天，身体也扛不住。你没事吧？沈思燕的怀抱和五年前一样温暖，但这个怀抱却不会再属于我了。我没事，谢谢你。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接下来只需要静养就好。
今天的事还好有你帮忙，谢谢你了，申总。我的血型和苏可爱一样，会不会我真的是苏可爱的父亲？那为什么我对他没有半点印象？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小心！哎，刚才脑海闪过的是什么？沈思燕。你今天救了可爱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听说你有事找我，你想做什么？哦，青泽想让我找你。下个月是他的生日，你可以来陪他过生日吗？沈清泽的年纪和宝贝们差不多，这么说来，他五年前就和苏墨在一起了。沈思燕，这就是你五年来逃避我的原因吗？清泽现在在家不吃不喝，他一直把他自己关在屋里，也不说话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沈思燕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不记得。那现在你仍然觉得我在说谎？我可以去给金泽过生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和我的孩子们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苏童，我。你放心，我不是为了纠缠你，只是想还原一个真相。你不认可爱他们，任别人说他们是野种。他们虽然嘴上没说，但私下都偷偷哭过。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他们不公平。我想还给他们一个真相，一个公道。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野种。他的表情看上去不像在撒谎。难道我真的忘记了吗？我答应你。喂。沈氏集团又来电话。给的空头支票，钱随你定，希望你帮忙治疗他儿子。可爱的生命是沈思燕救过来的，就当做报恩吧。好，让沈思燕准备好亲子的诊断报告，明天三点见。苏童，为什么你不能消失？为什么你的孩子不能消失？还好，我留了一手。该你上场了。沈思燕，我苏童拿得起放得下，我不要你了。请问你谁是 RH 阴性血？我是，臭的。我以前是不是真的忘了什么？我和苏童真的在一起过？小叔啊。沈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还有三天才回国吗？当然是为了爱情。爱情？你可是应试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百人斩啊！说，打算花花哪个小姑娘？哎呀，她叫苏童。那，你看，我和她是一见钟情，在酒吧认识的，见面的第一晚就干柴烈火。我听说她怀了我的孩子，还独自一人把孩子抚养长大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她还认不认识我。毕竟啊，当时酒吧灯光昏暗的。对了，小叔，抱歉啊，我平时出去玩喜欢用假名，上次用的是你的名字。哎，她没有来找你吧？没有。啊，小叔，你应该约人了吧？那你先走了，你忙。原来是苏童认错了人。
苏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找 Kitty 医生的吧？你是来找 Kitty 医生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跟踪我。你什么意思？苏小姐，你到底想在我这得到什么？我已经回答过，等 DNA 的结果一出来，我不需要检测结果。苏小姐，你就没考虑过可能是你认错了人？我认错人？对啊，和你一夜情的男人不是我，那个孩子也根本不是我。一夜情？沈思燕，我跟你在一起三年，整整三年。证据呢？证据呢？如果我真的跟你在一起三年了，应该会有拍的照片吧？除了这个不知道你从哪偷来的领带，还有谁认识？那晚过后，所有的照片、视频，还有你的电话，所有的联系方式都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够了！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鬼话了。你和那些傍大款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苏童，就你这点姿色，还不配勾引我。勾引？沈思燕，我要是想勾引你，我就不会把你约在这个地方。青子很喜欢你，我也答应过他，邀请你去他的生日宴。等到他的生日宴过后，你就离开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像你这种阴险狠辣的女人，我没兴趣。没兴趣？沈思燕，你确定啊？又想干什么？沈泽，这才是勾引。沈总不是说对我不感兴趣吗？那心跳得这么快，口是心非啊。这个女人是不可理喻。你放心，我也不想跟你纠缠下去了。等清泽生日会议结束，我就会离开，到时候我们再也不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沈总，明天是清泽的生日，你就让我进去见见清泽吧。我是清泽的母亲，我不能连自己儿子的生日都不在，我求求你了，沈总。仅此一次。我和你这个小贱种当了五年的母子，既然你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那我就留不得你，你就当一次我对付苏童的垫脚石吧。喂，苏童，你来了。沈伯母，来。苏童，谢谢你啊，上次有劳你救了清泽。听说你又做了一次亲子鉴定，结果是怎么样啊？苏童妈咪，苏童妈咪，苏童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沈清泽，到妈妈这儿来。你才不是我妈咪，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沈清泽，你苏木，你干什么？沈思燕，你把他带来干什么？难道你忘了沈清泽身上的伤是谁弄的了吗？苏墨毕竟是清泽的亲生母亲。哼，像他那样对待孩子，枉为母亲。沈老夫人，我想你对我都有误会，你也别听苏童胡说。你想想看，他上次在订婚宴的时候污蔑自己生的野种是沈总的孩子。是不是污蔑还不一定，上次亲子鉴定出错了，他们又做了一次，结果出来之前谁都不。沈老夫人，沈胜，你怎么回国了？苏童，
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苏童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怎么，连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都不认识了？孩子的父亲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他。红红，5年前在皇家会所，我们有过一夜情，你真的把我给忘了吗？ 你看，我还有纪念照。看，原来苏童的孩子是沈少爷的，他也真是糊涂啊！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都能搞错，哎呦，好搞笑啊！谁说不是呢？<笑>是谁派你来的，苏墨？哎，彤彤。 那天我以小叔的名义骗你，的确是我不对，但是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的孩子真的是小叔的吧？童童，你嫁给我好不好？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童童，你嫁给我好不好？苏童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跟着沈胜走？哼！作为你们的小叔，只能祝你们。 百年好合，沈思燕，我不是你，我自己的孩子父亲是谁，我认得。我说过了，等 DNA 的结果一出来，一切都有定数。哼 ，DNA 鉴定报告出来了 ，DNA 鉴定报告出来了，沈总。 这还有看的必要吗？他的孩子就是沈胜的。沈胜，带着苏童走吧。哼！哎，沈思燕，我说过的，我让你认下孩子，不是为了纠缠你，而是为了告诉这些人，我的孩子不是野种。打开他，苏童。 原来你喜欢的是小叔啊！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把我认成小叔，才跟我上床的？是用一个男人如此败坏一个女人的名声，你就不怕下地狱吗？你敢打我，小叔，你居然帮他！作为男人动手打女人，未免太是风度了一些。小叔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居然帮这个女人。 好，我让你看看他是个什么货色！苏童，你真的是这种人？沈思燕，这些照片是假的，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污蔑我。 我不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打开它，打开它所有的一切真相，你都知道了。思言，他们真的是你的孩子。 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回国后，我就找了医院的苏可爱做了亲子鉴定。哼，小叔，要不是有我在，你就被他给骗了。哼，这份亲子鉴定肯定是假的。胡大柱，沈思燕和苏可爱的鉴定报告呢？那天我去医院。 遇到了苏墨小姐。胡大柱，你没事吧？这个我帮你拿着，你先去收拾一下吧。谢谢啊。是你调换的报告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再者说，这份报告白纸黑字写着，他们的父亲是沈胜。哼，苏桐，你不会以为自己的孩子和沈家沾上点关系，就能抱上沈总吧？你可真是不要脸！哼，原来你为了接近我，怀上我的孩子，是为了拉拢小叔。小叔，你也看到了 DNA 的鉴定书，还有我的照片证明。像她这种肮脏的女人，你可别被她讹上了。哼，真让人恶心！真当沈总是冤大头啊？就是，还有脸待在这儿？苏桐，这次你应该死心了吧？赶紧滚出这里，不要再出现在沈总面前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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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！不许欺负妈妈！妈妈是好人，撒谎的是这个坏叔叔。哎，这不是沈胜吗？他竟然和这个女的也有一腿。对呀，对呀。他和妈咪的照片是 P 的，你根本不是我们的爸爸。你和那个女人一样，都是坏人。我，不愧是我儿子。沈胜，你为什么要陷害苏桐？我没有，沈老夫人，我可是沈家人呢。你不相信苏桐，不相信我吗？你跟孩子说的话怎么能信？肯定是苏桐教的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叔，你可千万不能信这几个毛小孩的话。爸爸，开车撞我的就是这个坏叔叔。妹妹记得车牌号。我哥哥可是天才黑客，还有这辆车的行车记录仪。沈胜，是谁指使你的？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，你将会坐牢的。小叔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你是这三个不是我。好，就算如此 ，DNA 鉴定书上显示我是他们的亲生父亲。那是假的，这才是真的。爸爸给。沈思燕，是真是假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看清楚了吗？大宝、小宝、可爱，都是你的孩子。我没有说谎。苏桐，你真卑鄙！你居然让你的孩子来帮你伪造证据。这张鉴定不是伪造的。这上面有沈家的特约医生张医生的亲笔签名，这张没有，这张才是伪造的。小叔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你居然差点杀了我的孩子！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我，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如果你还想再硬是活下去的话，最好跟我说实话。是他让我干的。这个女人我赌场欠了钱，她说可以帮我偿还。沈胜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沈思燕，不是我，我没有，你相信我。他母亲张凤义和张管家有一腿，苏墨是张管家和他母亲的孩子，所以这不是他第一次伪造鉴定书了。原来真正的恶人是苏墨啊，他还是管家的孩子啊。那他和他母亲还霸占苏桐的家产，还赶苏桐出去，
哎，这对母女真下流。思言，你相信我，信我，我没有。滚开！苏沫，竟然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真的是看走了眼。是老夫人，你就看在我是青泽的亲生母亲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原谅我。苏沫，为了应试抗体。苏沫，我不想在应试看见你。滚！思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害怕失去你，我害怕青泽失去父爱，我只是太爱你了而已。我求求你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，那我也和我的宝贝们该离开了。苏桐，你等等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，别走好不好？我之前已经和沈思燕约定过了，等青泽的生日会议结束，我就会带着我的宝贝们离开，以后再也不见。苏桐，我们之间有误会，我失忆了。既然五年前你让苏沫也怀孕了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之间并没有误会，不过是我被出轨了而已。好了，现在证明我不是说谎的，我也没有什么留下来的理由。妈妈，妈妈不要我了吗？青泽，我不是你的妈妈，苏沫才是你的妈妈。不，你是我的妈妈，你真的是我的妈妈。妈妈不要丢下青泽好不好？妈妈，青泽，青泽，终于发作了。中毒？谁会给个小孩下毒？终于发作了。苏桐，你放开青泽，你对青泽做了什么？他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有对他做什么，他现在是重。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做？刚才只有你碰过青泽。小宝，苏桐，你要干什么？救他。你会救人？开什么玩笑？苏桐，我看你是想害死青泽吧。沈总，你快阻止苏桐，难道你要看着苏桐杀了你儿子吗？沈思燕，你相信我一次，我就是你拜托秦硕要找的 Kitty 医生。什么？哼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，救你还是 Kitty 神医，我看你分明就是想害死青泽。苏桐，我告诉你，我是青泽的母亲，我有我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碰他。沈思燕，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？沈总，你不要相信他，我是青泽的母亲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害我的孩子，我现在要立刻报警，他冒充神医要杀了青泽。谁说他是冒充的？他不是秦硕吗？ Kitty 神医的助理啊。他怎么来了？苏桐正是 Kitty 神医。苏桐正是 KT 神医。陈总，这就是一直和我联络的 KT 医生助理，他说的应该是真的。苏桐怎么会成为医生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救回沈清泽这个白眼狼。不，我不相信，他肯
肯定是又找人来演戏的。我不能让他害了庆泽。十四爷，庆泽还小，坚持不了太久。如果你不想你的儿子没命，就把苏沫送离。罗特主，滚！沈思燕，你相信我，他又杀了青泽，他又害死你儿子，沈思燕，带走。怎么样了？毒素已经蔓延到了五脏六腑，应该是三天前下的。啊、谁在三天内接触过青泽？我会调查的。先送青泽去医院吧。青泽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不只是中毒，还需要做全身的检查。医生，青泽体内的毒已经解了，但他有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加上中毒对身体的损耗，如果没有合适的骨髓移植的话，可能熬不过一个月了。立马配送我的骨髓。沈总，您的骨髓我们配型过，并不合适，可以让他的母亲过来试一下。胡德主，联系苏沫，让他来医院一趟。好。沈总，你还是亲自去吧，胡德主肯定搞不定苏沫的。你放心，医院这边有我。谢谢你啊。胡特助，你把我们家默默当什么人了？还当着这么多人面把我们家默默赶出沈家，还让默默去做什么配型？你凭什么呀你？苏小姐，青泽可是您的孩子。老天助我，想不到就算我不下毒，沈青泽这小兔崽子也是死路一条。他是我孩子又如何？沈总可说了，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沈青泽。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呗。苏沫，到底怎样才能救青泽啊？沈总，你不说你很在乎他吗？现在你要亲眼看他去死。是啊，我是很在乎沈青泽没错。但沈思燕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那么爱你，我还给你生孩子。让我去和沈青泽做骨髓配型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和我领证。你在和我开玩笑？只要你和我领证，我立马去医院和他做配型。妈妈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怎么会呢？我们青泽这么善良，这么可爱，老天爷才舍不得带我们走呢。爸爸来了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苏沫呢？他不肯救青泽。我已经联系胡德柱了，让他三天内在全国血库寻找配型。我就不相信了，还没有一个可以和他骨髓匹配的人。没事。苏沫竟然这么狠心，虽然他是苏沫和沈思燕的孩子，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病魔夺去生命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。想不到有一天我竟然会翻墙回自己原本的家。这是苏沫的血液样本，你拿给医生做检测吧。从哪得到的？沈先生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家苏童他不仅仅是个医生，还是个特工，区区取血的话不在话下。你到底是谁？先拿给医生做配型吧。可爱他们要放学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苏童。哎，先生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沈先生，我希望你能离开苏童。等青泽的事情结束之后，你不要再接近他了。他是我孩子的母亲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凭什么？
就凭你这五年来让他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你知道他当年找你找的多辛苦吗？突然消失，他找遍了和你去过的每一个地方。你好，请问您有没有见过他？你好，请问您见过这位先生吗？没有见过。你好，请问沈总沈思燕来过这里吗？没有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肯见他？因为我失去了和他所有的记忆。沈思燕，你亏欠苏童太多了，你知道他这五年来吃过多少苦，受过多少累，你现在没有资格接近现在的苏童。等清泽事情结束之后，希望你不要再出现了。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才必须要出现在他面前。我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三年来和他有关的记忆全部都消失了。我也必须要弥补作为父亲这五年我亏欠的一切。我是不可能因为你这三言两语就放弃的。单已经买过了。吴德主，一天内调查我和苏童这五年有关的所有事情。爸爸，你终于来看我们了。哎，爸爸以后会多来看你。那爸爸，你会跟我们一起生活吗？当然啊，爸爸以后天天和你在一起啊。对，我回来了。妈咪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看看可爱他们。啊，千泽怎么样了？他那边已经有保安人员，一般人进不去。配型结果明天就出来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天色不早了，要不然你……妈咪让爸爸在这里吃饭吧。妈咪，爸爸他呀，肯定已经……我一天没吃了，挺饿的，没吃饭的。给我的。嗯。爸爸，尝尝妈咪的拿手好菜。爸爸，好吃吗？这种平民便当你肯定吃不惯吧？怎么会？这个鸡翅比米其林餐厅的还好吃啊。这回忆是什么？我和苏童的过去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戴眼镜的样子还挺像以前我认识的一个混蛋的。碗都洗好了，你看要不要再……没有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走吧。妈咪，天黑了，爸爸一个人出门会有危险。确实。爸爸住在这里吧。好。好。你今天晚上就住这儿，不要乱跑。大宝，你做什么？
大宝可爱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嘿嘿嘿嘿。爸爸洗澡，妈妈房间有卫生间。好，不是，真的。我给你换床单啊。史思燕，我跟你说啊，刚刚孩子在，我不方便跟你说。我对你其实已经没有任何。感觉了。你确定？嘿，你好，我是过来给沈总送文件的。沈总人呢？喏。嘿，好嘞。沈总，我们那个啊，哎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。沈总，没休息好啊？别扯这些没用的，讲正事。沈总，我去拜访了苏小姐当年生产的医院。嗯，您别惊讶，这件事儿就连苏小姐本人都不知道。什么事儿？你别担心，我就是来医院看。我等会儿和你说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苏小姐，你认识我啊？哎呦，你忘了，当年咱们在一个病房里待产，我比你早生半个月。原来是你啊。是啊。哎，你那四个孩子如今怎么样了？现在应该快上小学了吧？四个孩子，我明明是三个孩子呀。嗨，您别和我开玩笑了。当年我带着孩子回医院做检查的时候，亲耳听到护士小姐说，您一胎生了四个孩子呢。四个孩子？四个？当年苏小姐在产房生下了四个孩子。那第四个孩子呢？不知道，但是医院那边来电话，他说清泽少爷并非是苏墨小姐的孩子。哎呦，苏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先撤了。咱们有空再聊啊，我得去看我婆婆了。啊，四个孩子。苏童小姐，清泽少爷的配型结果出来了，刚才打给沈总发现是毛线，还有一个疑点，清泽少爷是 RH 阴性血，苏墨小姐是 AB 型血， AB 型血型是生不出 RH 阴性血的，所以我又做了一份亲子鉴定，发现苏墨小姐并不是清泽少爷的亲生母亲。她不是清泽的母亲，那清泽是谁的孩子？妈妈救我，帮我做一份亲子鉴定，我和沈清泽的。哎呀，你又到哪儿去了，这么晚才回来？就差一步了，就差一步你就能坐沈太太的位置了，不好好珍惜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当初沈思燕车祸，我花了两个亿才消除她和苏童的回忆。就差一步了，就差一步你就能坐沈太太的位置了，不好好珍惜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当初沈思燕车祸，我花了两个亿才消除了她和苏童的回忆，结果我没想到她居然还是不相信我，一直怀疑我，所以才不肯和我结婚。沈总，是消除了我和苏童的记忆，是不是？我是你掳走了我和苏童的孩子，清泽就是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苏墨，之前我看在你是清泽的母亲的份上，我可以不和你计较。现在你最好跟我说实话。不是，你还在撒谎。沈总息怒，
我们家默默好歹也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别对我们家默默下手这么重啊。苏墨，当初被你掳走的孩子到底是不是青泽？不是，当初被我掳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天就死了。那青泽呢？沈总，那这就是你的桃花债了。撒谎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活该我当初信了你的话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思燕，你信我。在家乖乖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像你这种阴险狡诈的女人，最适合吃牢饭。默默，沈家传家玉佩，他是沈家继承人沈思燕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想成为首富沈思燕的夫人吗？这个事只有你来做。沈思燕，我五年都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不会让苏童得到。你说的事情我调查到了，五年前你生的果然是四胞胎。是青泽，我有感觉，青泽是我的孩子。DNA 鉴定做了吗？需要一周才出结果。如果真的是的话，你争取到青泽的抚养权。苏童，我们出国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沈总，和少爷骨髓能配型成功的人找到了，把他带过来。但情况有点特殊，沈总，您现在有时间来公司一趟吗？我现在过来。秦叔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这么多年，我拒绝你很多次了。我知道你不结婚，不找女朋友，都是因为我。但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，秦叔，我不爱你，所以我不会跟你在一起。那你爱的是谁？难道是沈思燕吗？她就是个人渣，难道你忘了五年前她是怎么对你的吗？秦叔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，不管你等多久都不会改变。难道你要去找沈思燕吗？五年前，我和沈思燕之间有误会，我必须要和她解释清楚。况且还有青泽的事情。苏童，我知道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但是我还是会等。只要你苏童不结婚，我就不会离开你。我不强求你接受我，但是我想让你允许我爱你。沈总。思燕。这位是您先坐。你说你就是青泽的母亲？对，五年前我曾经跟你有一段露水情缘，或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了。我之前是沈氏的一名小小员工，五年前你喝醉了，我把你送回酒店，当时
你喊着苏童的名字，然后将我给……你知道欺骗我的下场？我有证据证明我没有说谎。什么证据？这是你临走前留下的。这不是沈总您的家族玉佩吗？五年前丢失的那个。思燕，在公司的时候我就对你芳心暗许了，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份地位配不上你。当我知道我怀上清泽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幸福，因为我知道那是我跟你的孩子。但是我不知道他竟然在医院走丢了，我找了他整整五年。要不是这次沈氏集团地毯式寻找能和清泽配上骨髓的人，我想啊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见面了。这就是我的玉佩，他说的可能都是真的。沈总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那你愿意救清泽吗？愿意。清泽是我的儿子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请你跟我结婚。什么？思燕，我真的太爱你了。这五年来我失去了儿子，失去了工作，我真的一无所有了，我还得了癌症。我只有三个月时间，你答应跟我结婚好不好？我只要这三个月，三个月后我就把沈太太的位置归还给你。只要我和你结婚，你就救清泽。思燕，我可是将死之人，这是唯一的请求了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再不说就没有时间了。既然苏童身边出现那么优秀的男人，我又何必再去打扰他的生活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真的吗？思燕，听说你还有三个孩子，你放心，等我嫁入沈家，一定好好照顾你孩子的。苏童，你已经在沈思燕这里栽过一次跟头，还要再栽一次吗？哎，这不是苏童小姐吗？啊，苏童，沈总，沈思燕，你为什么不肯接我电话？想不到五年过去，他仍然会牵动我的情绪。沈思燕，忘记你为什么这么难？烟火借一半清醒梦给我。我不是沈思燕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是不是沈思燕又让你伤心了？不要推开我，你现在需要一个怀抱。我知道你很坚强，但现在你不需要倔强。你拦我用几分舍得爱交换另一半值得，以为放手是回忆。不追了吗？不用了，他已经做了他的选择。啊，苏童，你怎么了？苏童，你别吓我，苏童。啊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低血糖晕倒了。童童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据报道，2024年2月14日情人节，也就是春节期间，沈氏集团 CEO 沈思燕将在应氏举办世纪婚礼。传闻沈总的结婚对象竟是其儿子沈清泽的亲生母亲，与身患再生性障碍贫血的沈清泽的骨髓完美配型。原来是我闹了一场乌龙，清泽不是我的孩子。秦硕，嗯，我答应你，等清泽的事情结束，我和你一起出国。啊，彤彤，你终于想清楚了。嗯，
我去跟医生谈，你自己好好休息。好。这是当年你落在我这里的东西，还给你。沈思燕，这五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，安慰自己，我安慰自己说你不来找我一定有自己的苦衷。谢谢你，现在我终于不用再欺骗自己了。沈思燕，我苏童拿得起放得下，我不要你了。苏童，或许离开我对你来说是更好的选择，无论你之后在哪里，我都会默默地爱你，还有孩子们，祝你幸福。秦先生，这是苏小姐拜托我做的 DNA 亲子鉴定。她和沈清泽沈少爷正是母子。原来沈清泽真是苏童的孩子。谢谢你苏医生，我现在就去转告苏童。有劳了。好。你在做什么？收拾东西，家里还有三个宝贝在等我。苏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正好，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我决定好和你一起出国了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要找到我的第四个孩子。如果找不到的，我不会出国。苏童，你的第四个孩子……插播一条重要新闻：沈氏集团 CEO 沈思燕的前未婚妻苏墨已经被捕。传闻五年前苏墨曾杀死他姐姐的亲生孩子，具体情况还在警方查证。孩子五年前就死了。苏童，你的孩子没有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？苏童，我们现在就出国好不好？离开这个让你充满了伤心的地方，我会照顾你，照顾你的孩子。人总不能一直活在悲伤痛苦之中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思燕，你真打算和这个女人结婚？她是清泽的真正的母亲，如今清泽危在旦夕。伯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好好照顾清泽的。我很好奇啊，哪有母亲在扔回孩子不第一时间给孩子做骨髓捐赠的，非要等到结婚之后？你真的是清泽母亲吗？我……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和思燕还有话要说。你先下去。伯母，思燕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婚姻大事可是一辈子的事。妈，我是清泽的父亲，清泽现在的情况我也没办法。可是你并不爱他，你爱的是苏童，苏童也爱你。我觉得你应该把事情跟苏童说清楚，我相信他是会理解你的。你这样只会让苏童会受伤，再次失去他。可是他现在离开我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不要替苏童做选择，你应该亲自去找他。身为你爱的人，他有知情权。苏童，
沈思燕是我的。我寄给你的快递盒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金博士，我下个月就回国了，到时候我过来拜访您。你把盒子打开看看。这是当年你来国外流浪街头晕倒时，是秦硕救了你，这小子对你一见钟情。我从来不收徒弟，但他为了你跪在我门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五年来他一直默默保护你，他付出的其实比你看到的还要多。我不是帮我儿子说话，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，他对你的感情从不索取，这些照片是他唯一的慰藉，你能给他一次机会吗？喂，我是沈思燕，遇见你是该好好告别了。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有人想要苏童的命。秦硕，照片我给你发来了，帮我调查一下，是谁想对我下手？苏童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你手臂没事吧？没事。苏童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和裴冬雪结婚是为了清泽。对，而且只要三个月，三个月我要出国了，就在你结婚那天，带着宝贝们一起出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苏童，苏童，沈总，给您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男朋友秦硕，也祝你们新婚快乐。好，以后后会无期。走吧。哎，苏童，你为什么说我是你男朋友？都结束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来了。走吧，宝贝们已经在机场等我们了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嗯，秦硕，秦博士已经和我谈过了。我之前并非是气沈思燕，我是真的想和你试试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了？嗯。太好了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走吧。秦硕、嗯、这不是去机场的路啊。这是沈思燕结婚的地方。秦硕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不是说过吗，我会给你幸福的，而你最大的幸福就是沈思燕。苏童，我们分手吧。喏、no, 打开看看。裴冬雪在撒谎，你才是沈清泽的母亲。对不起，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出国，所以一直瞒着你。但如果是这样得到你，我想我会愧疚一辈子。看见你哭，我才明白，我无论用多大的努力，都代替不了沈思燕在你心中的位置。我认识的苏童，可不是眼睁睁看着别人抢你东西的人。无论你最后和沈思燕何去何从，
都不能让偷了你位置的女人好过，好吗？嗯，去吧。秦叔。啊？谢谢你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沈总逃婚了。沈思燕，你究竟去了哪里？沈思燕，你又要我消失吗？喂，大宝。妈咪，找到爸爸了，爸爸在机场。沈思燕。沈思燕，苏童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见你，我不想你出国。苏童，苏童，既然我得不到你，那我不许任何人得到你。苏童，苏童。苏桐，苏桐，等你醒来，你将面对真正的生活。医生，真的能抹去沈思燕的记忆吗？你放心，我的医术绝对靠谱。想起来了，苏桐，我差点就忘记了苏桐。你坚持住，我送你去医院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苏桐，我想起来了，都想起来了。苏桐，沈思燕，你们敢破坏我的婚礼，我要杀了你们！秦硕。送史思燕去医院。没事，只是皮外伤，我应该没有的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沈总，把他送去警察局，我想再多看他一眼。沈思燕，你要把我送到警察局，你就不怕你的儿子没人救吗？我已经被人骗过一次，你觉得我还会上当？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，你根本就没有癌症，而且你根本就不是青泽的母亲。我有你的玉佩。一块玉佩能说明什么？是不是全天下所有的女人捡到了那个玉佩，让我负责我都得负责。至少我的血真的可以救青泽。所以呢，既然你的骨髓能和青泽配型，全天下除了你就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和青泽骨髓相匹配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在骨髓库已经有三个可以和青泽骨髓相匹配的人了。我得住，把他带走。是。走。走。彤彤，对不起，我。你是青泽的父亲，你应该知道真相。是 DNA 鉴定是吗？就算你不给我，我知道你才是青泽的母亲。我的记忆都恢复了，和我沈思燕有关的女人只有苏童你一人。嗯，奶奶。嗯，爸爸妈妈会和好吗？大宝啊，奶奶可不想骗你，爸爸妈妈会不会和好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啊，要看你爸爸够不够努力。来，咱们继续包饺子，马上过大年了，希望咱们一家人啊，开开心心过个团圆年。我走了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或许我会带一个女朋友吧。秦硕，对不起啊，
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只是不喜欢我而已。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我都知道和明白。而且我也曾经拥有过你，在将你送还给沈思言短短的半个小时，你曾经是我的女朋友。好了，我可不想分别的时候哭哭啼啼的，这是好事儿。我不用一直爱着一个不爱我的女人。抱一下吧。好啦，我该把你还给你真正爱的人了。沈思燕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有一个比你更懂苏童、更爱苏童的人，你要是敢对不起他的话，我是不会把他交给你的。青泽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了，恢复的不错。嗯。那个，等青泽出院，你愿不愿意去沈家团圆啊？快过年了吧，家家户户都在团圆，你要是来的话，青泽也会很开心。好啊。还有我们的事情，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，你先接电话吧。啊，陈总，不好了，青泽少爷不见了。怎么了？你好，是苏童小姐和沈思燕先生吗？是。什么？苏墨，青泽呢？你们终于来了。沈青泽在我手上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我妈就会立刻掐死他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要你死。不，我还想要沈思燕死。苏墨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沈思燕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对得起我和你的五年吗？当初我抱着沈清泽来你家，不让我和沈清泽一起住，更没有答应要娶我。这五年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你却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。好不容易我们要订婚了，你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毁了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爱过。还有你苏童，你明明已经出国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还要和我这沈思燕？所有人都说我不如你，说我是野种，根本就不是苏家的孩子。好不容易将你赶出苏家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苏墨，我给你们一个选择，我不要你们都死，我只要你们一个人死。这样，想必活在世上的才会体会到生不如死。苏墨真有你的，快做选择吧。青泽还在我手上，是不是只要我死了，你就会放过青泽？很好，看来是你选择去死，也不错。比起沈思燕，我更恨你。的确，可爱他们不能没有妈妈，该死的人是我。思燕，别去。苏童，虽然是因为我失去了记忆才离开你，但对你来说，我的确是消失了五年之久。这五年我不该如何弥补？苏童，好好和孩子们活下去。沈思燕，你疯了吗？为了这么个女人不值得，她才陪了你三年，而我陪了你五年，
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你连他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好，你要为苏童去死是吧？我成全你，你现在就去死。思燕，在我知道大宝他们是我的孩子后，我让律师拟了一份协议，沈氏集团的未来主人是你。鹏鹏，对不起，失约了五年，我可能要继续失约了。苏童，我爱你。沈思燕，你爱着我们的孩子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要乱来，你过来。再见，童童。沈思燕，你疯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，我当然不会去死，我也不会让你死。吴特助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对不起，我必须要完全吸引苏墨的注意力。那你就让我着急哈，沈思燕，你抓我也没用，沈清泽还在我手上。我现在就让他死。你自己看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什么？报警吧。妈咪，我在医院有好好听话。清泽，是妈咪对不起你。妈咪当年太弱小了，不知道你的存在。这五年你受苦了，妈咪对不起你。清泽不怪妈咪。妈咪以后再也不离开清泽了。好。妈咪。事情啊，我都听思燕说过了。苏童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。伯母，你千万别这样说。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还愿意嫁给思燕吗？这个是我们沈家的传世镯子，如今我就送给你了，希望你能接受。伯母，谢谢你，但是这个镯子我现在不能收。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完，这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没事，没关系，我一定等你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今晚就留下来吃顿团圆饭吧，孩子们都在。哎，好。你来做什么？现在你看我这样，你满意了吧？我的人生，我女儿的人生，全部被你给毁了。张凤仪，我今天来这里，是因为有件事你一直没有告诉我真相。我就是为了寻找那件事情的真相。什么事情？我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他自己摔死的。你到现在还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呀？如今你和你的女儿都入狱，你知道监狱这种地方，如果我把苏墨想要害死一个五岁孩子的事情说出来，你觉得监狱里的人会怎么对待他？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调查到了一些事情，我父亲死的时候只有你和苏墨在场，是不是你们害死了我父亲？苏童，杀人可是要犯大罪的，你不要污蔑我。你们连着一个五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，现在还敢说杀人是大罪？张凤仪，如果你再不说实话，
我就让你的女儿生不如死。没错，是我杀的，谁让他更加宠你。虽然默默不是他的亲生孩子，可他当初答应过我要把默默当成亲生女儿看待，可是他说到并没有做到。当初默默车祸撞到沈思燕后，希望他能够帮忙解决，可是他却让默默去自首。可是撞了人原本就该去自首，默默也是他的孩子，他说沈思燕是你的未婚夫，默默不可以抢。凭什么？我女儿就是要最好的，你的一切原本就是属于我女儿的。张凤仪，你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疯子。没错，我是自私自利，这又怎么样？这世上谁不是自私自利？谁不为自己考虑？我张凤仪为自己考虑有什么错？谁能说我做错了？苏童，你现在幸福算什么？要是我能出去，我要你欠我默默的全部还给我默默。你们这一辈子都别想出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录下来了，我会找人调查这件事情，到时候整理好所有的证据，你和你的女儿就准备在牢里度过一辈子吧。苏童，苏童，你个贱人，你给我站住。秦泽官，妈妈已经给你把小蛋糕买好了，你喜欢的这款草莓蛋糕只有课时才有，所以明天一定要去医院乖乖做检查哟，不然、不好意思啊。苏童，你是李月月？对，你们快来看啊，我遇到苏童了。还真是苏童啊。苏童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你，你还记得我们这些大学同学吗？刘佳，嗯，陈狗江。今天我们老同学聚会呢，没想到居然在这儿碰到你了。哎，要不您也一起去呗？可是我……哎呀，没什么可是啊，走走，一块儿一起去。要我说我们几个当中混得最好的还是月月，听说是应试沈氏集团的高管啊。他和钱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听说钱树是沈氏集团的经理呢。沈氏集团那可是应试的商业帝国啊。月月你可真了不起啊。哎，彤彤，你最近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再留下去待会儿天都黑了，我还是找个理由先走吧。彤彤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刚问我什么？你耳聋啊？月月在问你，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？我呀，我最近就在家带带孩子。你们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家里还有四个孩子等着我回去做饭呢。苏彤，你居然做家庭主妇呀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上大学那会儿，苏童唯唯诺诺就让人欺负，家庭主妇这种受气包才是他应该做的。苏童，你这么着急走，不会是因为自卑吧？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你可是月月的跟班呢。现在月月生活的这么好，你就是个劳累的家庭主妇，你不会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吧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家庭主妇了？苏童，你就别逞强了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你爸早在五年前就去世了，苏家早就一落千丈了。你是不是带着四个孩子手头上不太宽裕啊？你跟我说嘛，我可以借钱给你啊。大家都是老同学，没必要这样冷嘲热讽的吧。我真的还有事就先走了。有没有事儿我们能看不出来吗？苏童，别逞强了，坐下来好好跟我们吃顿饭，把你这些年的苦衷都说出来，好让我们几个乐呵乐呵。对呀，苏童，以前就是我们的笑话，快讲讲你最近的心酸史。既然你们不想让我走，那我就留下咯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想耍什么花招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当年苏童好像暗恋过钱树呢。对对对，我们都记得。
那时候钱树好像还是你的男朋友吧？嗯，苏童，你可真不要脸，月月的老公你都觊觎。我承认，我当时的确喜欢过钱树，但是我当时也确实不知道李月月和钱树的关系。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李月月，当时是你鼓励我追求钱树的吧？月月，你不是说当年苏童知道你和钱树的关系，所以故意勾引的吗？苏童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明明是当年你嫉妒我，妒忌我比你长得漂亮，所以故意去勾引钱树的。怎么，敢做不敢当吗？我看敢做不敢当的人是你吧。我听说你当上了沈氏集团的主管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你妒忌我，还是说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啊？你要给我介绍工作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沈氏集团的清洁工好像挺不错的，一个月给你3500，够你养活你跟你孩子了吧？喂，你到了，那你上来吧，正好有个人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下。各位，钱树马上就到了，咱们俩到底谁在撒谎，就让钱树告诉大家吧。何必呢，钱树是你的男朋友，自然是向着你呀、啊。毕竟也是你大学时期的男神，这么多年没见，应该也挺想见见的吧。我这个人比较大方，就让你见见我老公吧。老公你来啦。哦，我大学时什么眼光，这样的男人居然也喜欢。你还记得他吗？他是苏童，我们大学同学，大学的时候还追过你呢。我当然记得，我还记得大学那会儿他好像还故意勾引我来着，明知道我和你是男女朋友。苏童果然是这样的人。现在钱叔可是沈氏集团的经理，苏童不会又想靠上去吧？月月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怕什么？难道我还担心钱叔被这样的女人勾引走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们家钱叔呀最好了，现在人也见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对了，苏童，你有四个孩子，应该结婚了吧？你不介绍介绍你老公吗？这个就不必了。怕不是不敢吧，怕我们知道你老公没钱。是你要惹我的哈？是呀、啊、我老公没钱。我听说这家餐厅可贵了。哎，月月，今天是你请客吧？啊，我。肯定是我们月月请客，我们月月和钱树毕竟是在沈氏集团当高管呀，不会连顿饭都舍不得请我们这群老同学吧？啊，这顿饭当然得我们请了、嗯、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啊。嘿，就等你这句话了，服务员。哎呀，这个帝豪红酒不错，来五瓶。这个战斧牛排也不错、六个人每人来一份吧。这个鹅肝，还有这个蜗牛，还有这个每一样各两个菜。苏童，你点这么多吃得完吗？你我们这么多人呢、啊、怎么了月月，难道你舍不得还是嫌贵啊？月月，你在沈氏集团当高管，每个月得有个十几万吧，不会连这顿饭都嫌贵，舍不得请我们这群老同学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月月才不是这种小气的人。你就别说是这一顿，就是请我们吃十顿，月月她也是请得起的。就是啊，月月可不是这么小气的人。你好，这是账单。一共是10万元，您看是现金还是刷卡？十万。哇，一顿饭花了10万。月月，钱树，你们真的是财大气粗啊，感谢你们请我们吃这顿饭啊。刷卡刷卡。
可爱说你还没回家，我就来接你了。我就在北京西餐厅门口，出来吧。好。我老公来接我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一下，苏童，不介意的话，带我们几个也去看看呗。让他们见到沈思燕，万一认出来怎么办？不必了，我老公啊就是个普通人，就不劳烦诸位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们继续吃啊。哼，思燕啊，这儿不好停车，我车在对面，走吧。哟，苏童，这就是你老公啊？我看也不怎么样嘛。老公？他可是沈氏集团的高管，你没见过吗？他这个级别应该还没有资格见我。你们两个嘀嘀咕咕什么呢？你就是苏童的老公？没错，我是。你是谁？我是苏童的大学同学。听说你们有四个孩子，苏童还是个家庭主妇，可真是难为你了。这不是你该操心的问题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我们先走了。你，天哪，苏童的老公好帅呀、啊！如果不论实力，他可比钱树帅多了。钱树哪比得上他呀？要是这么个老公天天围着我转，我要是苏童，我可幸福死了。闭嘴吧你们！你们要是觉得他帅的话，有本事让他请你们吃十万块钱的饭菜。我刚上洗手间去了，这发生了什么？哼！不是吧？我真的要跟沈思燕共处一室了？我说苏童，你跟沈思燕又不是没，沈清泽，你真是我的小祖宗！妈妈，我愿意去医院复查，但你必须和爸爸住一晚。我洗好了，你去吧。好。哎，你别动！我就想喝口水。那你去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不是要去喝水吗？很紧张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乱来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动手。虽然我是你老公。谁说你是我老公的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自己亲口和你同学承认的。你闭嘴。你放心，我愿意等你。在你心甘情愿嫁给我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碰你的。啊！你还是和五年前一样，害怕打雷。又回到沈思燕的怀抱。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？放心睡吧，有我呢。苏童啊，你醒了？嗯。我可以拜托你件事吗？伯母您说。思燕有份文件啊，忘在家里了，好像是工作文件，挺重要的，你能不能帮忙送一下？好啊。苏童，你来做什么？沈氏集团可不是你随便就能来的。我来找人。你找谁呀？沈总。沈总？连我都没有资格见沈总，你凭什么有资格呀？你见不到沈总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看你就是来闹事的，该不会是上次我说我在沈氏集团工作，你就想过来沈氏集团试试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。苏童，我劝你啊，别想太多了，沈氏集团可不是你这种人想来就能来的。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？松开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钱树，苏童这个女人跟着我们来到沈氏集团了。你来做什么？
不会是来接我的吧？哼，看我在沈氏集团当了经理，所以就想来勾引我。苏童，真有你的。哼，来见你，钱叔。做人可以自信，但不能太过自负。我勾引你，我看上你什么？看上你徒有虚表，还是看上你虚情假意？苏童，你还敢勾引我老公？苏童，你竟敢打我！怎么，你对我动手就可以，我正当防卫就不行啊？苏童，你竟敢打我老婆！保安，保安，快来保安啊！快把这个贱人赶出去！有人在公司闹事啊！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胡特助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女人在公司闹事，我正要找人把她赶出去呢。夫人。夫人。夫人，胡特助，你怎么叫她夫人啊？因为我就是总裁夫人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就是个家庭主妇。苏童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敢在这里装总裁夫人？胡特助，你可是总裁的人呐，这个女人给你多少好处啊，居然让她冒充总裁夫人？谁说她是冒充？总裁，是你啊，你不是苏童的老公吗？你怎么会是沈总？有问题吗？苏童，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？钱经理啊，看来你的夫人好像还没有意识到他在说什么。我看你们这两个也不想在沈氏上班了吧？我们公司不需要这样不尊重我夫人的人。沈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收拾东西，赶紧滚。沈总，我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苏童是您夫人。苏童，苏童，你快帮我求求沈总，我们可是老同学，你不可能不帮我吧？苏童，我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不开除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你不是说沈氏集团的清洁工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吗？既然你这么喜欢当清洁工，那你就当清洁工吧。苏童，我可是你老同学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还记得我们是同学啊？你当初是怎么对我的？我拿你同样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，你就不开心了。李月月，你大学的时候欺负我，我本来不想跟你计较的，毕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工作之后依旧毫无长进，依旧喜欢欺压人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欺压那一套，我就满足你了。如果你不喜欢当清洁工，那就走吧。苏童，我都是你这个女人，就是看着苏童比你长得好看，你天天欺负她。现在好了，我的工作被你搞没了，你满意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先说先说，谢谢你啊，帮我撑腰。帮我自己老婆撑腰，应该的。谁承认是你老婆？那我就重新追求你。嗯，追我？苏小姐，这是你的花。谢谢啊。每天一束花，也不嫌累得慌。妈咪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接受爸爸呀？不是妈咪不接受爸爸，是你爸爸没有实际行动啊。行动？嗯。你爸爸还没有跟妈咪求婚呢，妈咪怎么答应他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爸爸该行动了。胡特助，沈思叶去哪儿了？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出现了。沈总，他出差了。难道他没和您说吗？出差？沈总好像还要半个月才能回来。那他出差去哪儿了？这，我不能说啊。夫人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哈。出差？沈思言，你不会又想消失吧？
苏童，我昨天见到你老公和别的女人出现在婚纱店了。不可能，他在出差。出差？怎么可能？我给你看照片。沈思燕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好，请问沈总沈思燕来过吗？什么时候？沈总没有来过呀。你骗人，他昨天明明带了一个女人来试婚纱。苏小姐，你是出现幻觉了吧？沈总没有来过呀。什么？可是我昨天还和沈先生在这间房间里庆祝我生日的，我有照片。我的照片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你要不相信自己看吧，302并没有你的入住记录。 这不可能啊。沈思燕，你果然又要消失了吗？我没见到思燕啊，她不是出差了吗？她没有去出差，她带着一个女人去试婚纱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伯母，现在只有您了，难道连你也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吗？思燕到底去哪里了？苏童啊，你这么紧张是因为你很爱思燕是吗？是，我爱她，所以我怕她再次消失。伯母，你真的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吗？思燕到底去哪里了？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？罢了罢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思燕是在……我有一点，我有一点啊，对对，沈思燕，普通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要消失？这次要消失多久？十年还是二十年？这，彤彤，我没有要消失呀。那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？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还是说你故意让我担心？我，沈思燕，不要再骗我了好不好？不要再消失了好不好？我不想再等了，我也等不起。彤彤，我不是让你等我，我是……他是想向你求婚。伯母，他瞒着你啊，是想给你惊喜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再瞒下去啊，惊喜就要变成惊吓了。臭小子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，赶紧求婚吧。彤彤，我没有想到。沈思燕，你要再敢消失一次，给我看看。我向你保证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消失。苏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从这一刻起，做我沈先生的太太。我要跟你约法三章。你说。第一，不可以消失。好。第二，不可以消失。第三，不可以消失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这辈子都再也不会消失了，会一直陪伴着你，一直到死亡向我们分离。苏童小姐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沈思燕先生？我愿意。沈思燕先生，你愿不愿意娶苏童小姐为妻？我愿意。还有谁反对吗？我同意。好，现在新郎可以吻新娘了。